feels like it's all too open. Feels like I'm next to nothing. Feels like I'm next to nothing. Figurines move in motion. You tell me to fix my problems. You tell me to fix my problems.To the sky, forget where your loyalties lie.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a twisted paradise. Just smile and fall. Forget where you sacrificed. It's not how we're hardwired. I'm done with paradise.你好，朋友，我是老吴，欢迎收看我的视频。今天咱们再聊聊331.4这个镜头。上一期呢，咱们用的是331.4，配合着这个10年以前的 X Pro 1来拍出的照片。然后这次的这些样片呢，我都是用的 XT4，再加上这个331.4拍的。总体的感觉哈，怎么说呢？我觉得。科技并不能给拍照带来更多的优势。其实，10年前和如今最新的富士的这一系列的配合，各有千秋。甚至我有点偏向于，10年前的这个相机，X Pro 1拍出来的照片。所以我觉得 CMOS 不管是1000多万像素的还是2000多万像素的，对。最终的照片来说，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特别是如果你日常放在手机上，甚至是小屏幕上来观看的话，真的是看不出太多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镜头的区别而已。我对这颗331.4还是非常满意的啊，富士现在顶级的水平，真的，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是。你是富士的用户的话，不管是现在的181.4也好，还是331.4也好，还是明年的231.4也好，一定选择一支来，挂机也好，还是就是长时间拍摄也好，这一系列的1.4的镜头肯定是不会让你失望的。画质上来说是很有。跟全画幅的那些相机很有的一拼的哈，虽然说价格上都是5、6千的水平吧，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那个价钱的。毕竟它是视频和照片都是非常优秀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反正这期的样片我也放一些，反正都是 XT4 拍的。你们是喜欢 XT4 的这个效果，还是上一期的 X Pro 1的这个效果呢？我个人是非常关注对33这个镜头哈，我发售之前，我个人是非常关注的。我也发现说很多人都在说在等这个镜头，但是我发现，真正的这个镜头上市了之后，反而倒没有更多的人去讨论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啊，可能你们是在等23呢，还是说怎么样呢？没买着这个头吗？假如说你没抢到这个头哈，我觉得，你也可以私信我，或者是你想体验一下这个33这个镜头的话，你可以私信我，然后我如果觉得 OK 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头借给你使用一段时间，你再去权衡一下是否购买这个镜头，你们说怎么样呢？好吧。这期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就是给你们看看样片，然后让你们在选择镜头的时候有更多的参考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